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莲友晚上好。网上有些问题，顺着问题慢慢回答。如何正解随缘一切随顺和信心无二？如何正确理解随缘？随缘跟一切随顺还不是一个概念啊，有所差别啊。缘就是各种外在的条件，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间能成就一切法，都是要靠这个缘啊，因缘和合才能成就。那么这些缘感召过来，也是跟我们多生多劫的善善恶恶的业力，还有今生的业力啊，是有关系的。遇到顺境的时候，我们做顺境的事情；遇到逆境的时候，也得逆来顺受。随缘在儒家称为素位而行，你处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行富贵的事，处在贫贱的位置上就行贫贱的事啊，处在夷狄就行夷狄的事。随顺这样的因缘，能够把握自己的这颗心，你心把握住，念力把握住，改变这个缘，也就能改变境界啊。随缘不是消极的随顺啊。这个孟子有一句话叫“修身以正命”啊，以示命。当这个命运不好的时候，你赶紧要尽德修业。啊，用尽德修业来改变不好的面，等待命运的改变。所以一切随顺是随顺我们的佛性，随顺佛性当中具足着十种波罗蜜、啊、然后对外境的各种缘还得要有一个主观能动性的改造啊。那信心无二，这个就是这是对佛法，尤其对净土法门啊。当你产生了信心的时候，你不要去三心二意，要一心去信心。有二就有对待，就有狐疑，有怀疑他的行为呀，就会终止啊，终止。所以只有有清净的信心啊的时候，他才能够勇往直前啊。所以这两者呢，这个我们随顺佛性，随顺我们的实相般若，产生对那种超越存在极乐世界的真实的信心啊，去老实念佛，这叫啊信生愿切，行存啊，行持要存一，要单纯啊，才能够表明你有无二的信心了。好，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按寺院早晚课诵在念佛是显密商修吗？早晚课是丛林呢、啊、禅诵禅门的诵，是我们的祖师啊，禅宗的祖师啊，把它这个整合起来的啊，早上念楞严咒啊啊，十小咒这些，啊，这些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显密商修，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他在修密，他是借助这些大乘经典的咒语啊，来亲近我们的心，能得到这些咒语的这种功德的加持，啊，那么对禅宗道场，他以参禅为主；对净土道场，他以念佛为主。对于律宗道场以持戒为主啊，但这些早晚课诵呢都能够辅助啊，无论修禅修密修律的这样的一个真上缘，不能说他是在修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第三，进修解要中说到一心观理，一称了义，宝王三昧，一乘了义与宝王三昧是什么意思？一乘就是大乘了啊，成佛的这个法门叫一乘。那么
成就阿罗汉的叫二，就叫声闻乘，还有辟支佛乘啊，一乘是指成佛的法门。那么了义，这是从义理上是了义和不了义啊，了义就是究竟的圆满的这种真理啊，究竟圆满真理就是真空妙有。那么净土法门呢，它是成佛的法门，称得上一乘，同时它也具足着从真空显发的妙有啊，真空妙有中道了义啊，所以它成为了义。宝王三昧是指念佛三昧，因为这个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所以就用比喻的说法叫宝王三昧。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不能以通途法门的法理解，法理解释。那么净土法门能解释通途法门吗？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者你要圆融的对待。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它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是特别在这个他地的救度。那么它跟通途法门其实有很多是共同点的，比如说这种特别法门的法理建立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因该国海果测因缘，这也是通途法理啊，大乘圆顿的教理，即心即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跟通途法门的道理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通途法门，通途法门包括戒定慧的很多的义理可以来诠释净土法门啊，像净业三福它基本上属于通途法门的范围，但是对于它的究竟处，通途法门靠自力自因自果断惑证真的这样的一个理路来解释阿弥陀佛这种不可思议的佛地的救度，有时候就无法透过去，所以通途法门在有些方面又是不能解释。这看到是通途法门跟净土法门关系。那么净土法门能不能解释通途法门呢？它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净土法门它是圆顿之法，圆在什么地方呢？是这一法具足一切法，也就是这个特别法门也就具足着八万四千的通途法门。那么通途法门谈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谈六度万恨，这些在净土法门当中都具足啊，它的净业三福。那么所以净土法门的教理它可以圆收一切法门，既然能够圆收，当然就能够圆融的解释通途法门。但净土法门跟通途法门又有一个其他特点，就圆超一切法门，它又超越在那种不可思议的层面，又超越一切法门，所以这又这个使通途法门在这个点上，这个圆超这一点上，它就不能完全的诠释净土法门。所以这两者我们看到这个净土法门就叫共宗啊，一切法门共有的归宿啊，它能够解释通途法门啊。请问法师如何对治懒惰？这个懒惰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烦恼了，懒惰放逸，现在冬天来了想睡懒觉，这个想起来觉得太冷，这个多挨一分钟可能眨眼就一个小时过去了，睡累了左边再睡右边啊，被子非常暖和，他都是把懒惰啊，这个我们会找出很多理由为我们懒惰来做辩护，哎呀今天太辛苦了，今天怎么怎么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懒惰？我们的那种，我们同时又有精进的意志力，为什么意志力上不来而懒惰放逸？
散乱却占了上风，这还就是我们的道心没有上来，我们生死心不切。如果说明天早上就是我生命的终结，你今天晚上还能睡觉吗？海伦凯勒说，如果我只有三天的时间，他就得集中所有的来盘算三天怎么度过了。如果生命只有三个小时呢？生命只有三分钟呢？这个懒惰就会抛到这个汪洋大海去。所以对治懒惰的方法，你把一个死字常常看着死啊，腊月三十死亡到来，我如何抵对，那你就不可能再睡懒觉了。这个我们不能放逸这个懒惰，一懒惰不仅出世间的道业完成不了，就世间的事业也将会一事无成。所以从现在开始，你首先在睡眠上要减少时间啊。如果你睡八个小时，你先从七个小时开始，你如果现在睡七个小时，先减免一个小时。其实人每天睡五到六个小时也就足够了，但往往我们要睡很长时间。然后就是对你的时间，每天都有工作目标，看多少书，念多少符号，比如一天念一万声符号，你就给他一个定课，不完成就不睡觉。你要用一些硬指标来跟这个懒惰挑战。如果没有硬指标，你学圆融学自在，哎，我这个想起就念啊，不念自念，那好了，你一天大概一串珠子都念不完。人被懒惰放逸所控制的时候，那真的是完全是无所作为。所以你除了生死心切这个之后，人命无常，石火电光，然后常常到殡仪馆到坟墓里面看看死尸，这个看到别人包括那些医院的病人术后病人的那种痛苦，这就是我的明天，赶紧解决死亡问题啊，生死问题，再有个定课，恰到好处的定课，慢慢的增进，慢慢增进。下面，努力开创事业算是执着吗？虽自清则无余，如何福慧双修，理智双运？那么执着是我们一个观念，当我们对外部的一切都认为非常真实的时候，我们的执着就上来。执着是来自贪恋，贪恋是以为它很真实，所以破这个执着是要了解一切法的空性，它是如梦如幻如影，没有它的实在性啊！你首先要从这样智慧观照，那么观照了它的空性之后，并不破坏熟地的有，就是世间的事业还得努力去做。做呢，这里有个动机，你做世间的动事业成功之后，为了什么？你把这个为什么的问题解决，价值体系解决。当你想当官做到大官的时候，你能不能一念发心，用我的这种权力地位为老百姓多办点事？当你赚了大钱的时候，能不能有一种布施的心？你把这个价值观念解决之后，你做事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做公务员一定要把你公职做好，你运作一家公司也一定不能让它亏本，这里面也确实你要投注你的时间精力心情智慧在里面的，不能说我不执着然后我就工作不好好做，这就是你的不执着吗？不是这个意思，不执着是来自智慧空性的理解，同时对世间的善事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福慧双修，福慧双修这就是菩萨的六度，如何修福？
修福之前，首先要惜福。修福容易，修福不容易啊。但惜福你能把握得住啊。但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高物质消费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自己节俭一点？大家都攀援品牌的时候，我能不能就根据实际的生活能安排？多余的钱呢？本来这多余的钱是我的福报，然后把我的福报让大家共享，哎，你的福报就更大。这就是你首先从惜福开始，然后修福。修福有悲田有敬田，首先敬田你要孝养你的父母，要把你的父母要无论是物质上精神上安慰上都要做好。你不要都不能孝敬父母，你就天天想修福。孝敬父母是第一步最好的修福，然后供养三宝，这些长者圣人你就供养。悲田就是对那些苦难的人群你去帮助。那么菩萨六度前面像能够持戒啊，三规五戒，这是在修福。你持戒五戒十善是人天福报啊。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前五度都是修福，这五度修得好福报就很大。但这福报如果没有智慧出世间的空慧啊，它就是还没有解决轮回问题，所以一定要般若。这个慧就是般若，这两者就是六度齐修才能够这个得到我们的菩提涅槃。理智商欲，理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极灭之理，智是我们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两者商运就等于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理，无量光就是智。当你有无量寿的时候就有无量光，同时有无量光也就有着无量寿，这叫尽极光通达，极照含虚空。你清净到极点了，就是无量寿，你得到无量寿的极定了，它自然光就起来了，般若智慧光无量光就起来了。这是极照，极就是理，照就是智。你好好念佛就是在理智上运，一句名号具足无量光寿。同时病人住院时每天都打蚊子，自己又无法阻止，只好默念往生咒，请问师父这样做如法吗？这不很好吗？你把你默念往生咒回向这个蚊子，让它脱离苦恼的脆弱的这样的畜生的身体啊，昆虫啊，这个升到善道，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对这个蚊子呢，你对，同时你这是你的消极的行善哦。积极的呢，积极的呢，你能不能跟病人啊，跟那个同事的病人多交流一下，不杀生的功德，杀生的危害。那确实这个蚊子来了也很讨厌呢、啊、一般人没有那么高境界，这个蚊子要咬我，人都有一个我执贪爱，它咬了我的血，那我就对不起了，一巴掌下去那就死了。他也有打蚊子的理由啊，他不侵犯我，我也不理睬他，他要咬我的血，那我怎么办？他也有他的理由。所以这里呢，看看用方法有没有驱蚊剂啊，能够把这个蚊子从房间里面驱赶出去，同时也不伤害到他的生命，可以想一些善巧方便。然后如果你有道德感召力，能够感召这位你的病友能够发大慈悲心，这个蚊子很可怜，咬就咬一点吧，布施一点血给他也没有关系。如果能发这个慈悲心，那是最上乘的做法。发不了你就怎么想办法驱赶，再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只有默念往生咒回向了，这都可以啊。请问师父，按寺院上早课楞严咒在念佛，是否当生成就？
你当身成就是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很含糊的概念。应该说，我们当身的目标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怎么这个往生呢？也一般就是待业往生，能够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成就了了生脱死的往生的敬业。不要用含糊的概念，你当身成就是不是当身成佛呀？当身开悟啊？当身得神通啊？当身怎么怎么样啊？这都很含糊的概念。那么这个不在于念楞严咒在念佛什么的，而在于你具足信愿，然后念佛。你具足信愿，临终十年乃至一年都能往生。你不具足十念，你就把念佛念得风吹不入啊，雨打不透，如铜墙铁壁那样，也往生不了。所以当身能不能往生，还看你是不是具足信愿行。好，下面我们这里没有活水的，有法师说放鱼的话还会被他们捕杀，这样说对吗？请法师开始。你首先要了解放生的目的是什么。放生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对这个生命的一条活路，你不把它放生，它可能作为餐桌上的一道菜，正好你有机会把它买过来放到江湖江河里去啊，所以给这活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通过放生培植我们的慈悲心，以及影响他人也有这种慈悲心。那么由这两个来看，那其他的人说放鱼的话还会被他们捕杀，这个说法你不要去听，因为人发起慈悲心去放生已经很不容易了，人家好不容易发出这一念心，你还用这个理由那个理由说你们放的还不好，怎么把人家这个善事阻断啊？这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他的放生也是被捕杀，这是未定。即便被他人去捕杀，但是他人这一批人在放生的过程当中，他这种参与、这种引发善心以及对他人传达的慈悲信心就已经很有价值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人放生一定要随喜赞叹鼓励参与，而不能说啊，你不能放啊，放了又被人捕杀了，那人家觉得都索然无味啊，那还是回家吧，也不放了，不要这样啊。当然我们在放生的技巧方面也得注意了，我们尽量把鱼放到一些比较开阔的区域，然后放生呢也注意买过来以后要及时的放，不能在放生过程当中也都一折腾，反而生命在这过程死亡了啊。这些善巧方便也得要考虑周全，也不要特别固定哪个日子去放生，因为固定的日子是佛菩萨日子什么，正好这些捕鸟的捕鱼的他知道你要放生，就把那些故意捕过来就卖给你放生啊，也不要给人家这样的一个可乘之机，随时随地去放。请问法师，学佛的人可以以做股票期货为职业吗？这没有问题啊，做股票期货这也是国家法律许可的正当的职业，你只要不要在这过程当中坑蒙拐骗就可以，遵守法律。请问有出家人想还俗，居士能帮他吗？如果他出家了啊，你作为居士要尽量的鼓励他的道心，让他把出家的道路走下去走好，这就是你作为居士护持三宝了。你不能说一个出家人他在那个左右摇摆的时候你跟他说还俗好啊，还是还俗啊，我给你找好老婆啊，你赶紧来啊，那不能这样啊，这个还是鼓励他坚持这个。但万一他在想的过程还没有付诸实施嘛，这个出家人他要还俗你也不需要去帮他，因为他出家是他自己自觉的行为，
他还俗也是他自觉的行为啊，还俗退了道心也是可以的。佛教对这种出家还俗也都是大门敞开啊，出家是他自觉的发心出家，他走这条路走不下去啊，道心不坚固，还俗也是可以的。还了俗以后，他在世俗社会碰得头破血流，万念俱灰，还是怀想出家的好处的时候，还可以重新出家。出家以后又退失道心，又还俗，也可以还俗。还俗之后，想出家，还可以出家，可以七次往返。但你居士还尽量让他走好出家道路。其实尽管允许七次往返，但你如果出了家再还俗啊，还俗再回来，大概在僧团里面日子也不是太好过了，人家不是太瞧得起了。好，下面我是修净土的，我想念准提，但这会不会修杂？准提咒是不是密咒？你如果是修净土的，从原则上来说，还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为正修，要相信这个万德洪名具足一切法，依法具足一切法，一门深入。但是如果你对准提咒，准提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准提咒也就观音菩萨的一个咒，如果你对准提咒有特殊的因缘去念这个咒，把念准提咒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未尝不可，未尝不可。也不要说一修一念准提咒就是密宗啊，不要去挂这个帽子啊牌子。咒是陀罗尼嘛，总持嘛。如果说这南无阿弥陀佛，它也是咒啊。所以这个不要去挂这个密宗的名牌。好，下面我通过看佛书等知道，佛菩萨的护法喜宿不喜婚，我现在已皈依了，信奉佛菩萨，但暂时我不能持素食，佛菩萨能否加持我？你首先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之后，你就开始要念佛啊，信愿持名。你只要信愿持名呢，佛菩萨就会加持你。你现在不能吃素啊，不能吃素，佛菩萨也会宽容你，因为习气嘛，一下子要改不一定很好改。但你要明白，这个吃素是最好的、最健康的、最慈悲的一种饮食方式。那么吃荤又伤害了慈悲心，又对我们身体不好，又增加我们的生活成本，又对于生态环境有所危害，它很多弊端。所以了解这个，慢慢子从这个六斋日开始，六斋日你吃素啊，十斋日那过渡一下叫吃花素这样的。那么你只要有这一念善心发起来，佛菩萨都会加持你的，没有关系。佛菩萨对忤逆十恶的罪人都能加持，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吗？你相信佛菩萨会加持你的。这个韦陀菩萨呀，他护法他有个原则，在这个末法时代，哪怕对出家比丘的护法，你都不能说你持戒好很有修行我护持你，对不怎么有修行的他也在护持。这个一个修行人，他哪怕犯了99个错误，只要有一个优点，那么韦陀菩萨都会念他一个优点，不计较他99个缺点来扶持他。佛菩萨是这样的慈悲啊！如果他要求很高，十全十美要求，那我们一些人都得不到加持了。所以一念要信佛菩萨，要念佛的这一个优点
那佛菩萨不会计较你其他所有的缺点，会加持你。好，一个中年人只念阿弥陀佛圣号可以往生吗？还需要做更好一些？请法师开始。念佛没有年龄的限制，无论是少年人、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只要他具足信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都是可以往生的，不需要其他的条件。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到中年才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晚了？你不晚，还很早。很多人是临命终时才闻到这句佛号，开始念佛，他只要具足信愿都能往生。你还仅仅是中年呢，还没有到七老八十的晚年呢，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尽行受的念佛是绝对可以往生的。请问在家弟子能否给寺院的佛像拍照？那就看各个寺院的住法，如果是文物啊，一些可能它有些限制不让你拍照，一般是不属于文物没有损害的，你去拍照广为流通那是可以的。请法师开始。现在有法门称可以不持戒即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称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师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些相似法了，不可听信。净土法门尽管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待业往生，但这个法门仍然跟通途法门一样注重持戒，注重持戒。那么作为一个念佛人，如果他都没有一点持戒意识的话，他都很难跟这句佛号感应道交。因为阿弥陀佛因地当中他是严持一些戒律，清净身口意三业，由他的清净平等的功德凝聚了这句佛号。那么我们现在尽管做不到那样的绝对的清净，但至少我们要用趋向清净的心来念这句佛号。所以一定要持戒。无量寿经讲，若十日十夜若一日一夜念佛，都前面有一个条件叫斋戒清净来念佛。净业三福里面第二福就谈到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也谈到持戒问题。甚至我们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也是我们续世曾经有持戒的功德才能够闻信这个法门。所以中国净土宗祖师都是倡导持戒念佛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家风啊，我们要把这个看成是正知正见。如果说反正有阿弥陀佛加持，反正五逆十恶都能往生，现在我杀到阎王界没有关系，反正我能往生，这就是邪见了。受了在家菩萨戒，因业障难持，在观音前舍戒如法吗？日后机缘成熟还可再受吗？你既然受了菩萨戒，你就得尽最大的努力去受持。实际上菩萨戒也就是在五戒的基础上，杀盗淫妄酒的基础上的一种具体化，具体化。受持了这个戒就等于我们跟成佛接上的缘分。你不要把这个成佛的因缘给他自己人为的中断了。你尽最大努力去持，有些持不到的你可以忏悔，除了十众戒，前面十众戒叫波罗夷之外，其他的
四十八清净都是可以忏悔的，忏悔得清净，忏悔得安乐。所以还是劝你最好不要轻易的去舍菩萨戒，这个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持，然后老实念佛，最大努力去持，持到了都是你的功德。如果万一你受持不了，受持不了由阿弥陀佛来包干，他让你带业往生。这就像做一个买卖，这个买卖赚的钱是你的，亏了本由阿弥陀佛来兜底，你为什么不干呢？所以你不要去实践啊。学净土法门如何闻思修，请开始。如何闻思修？闻是听闻，闻法这个包括读诵经典。那么如何开始？从闻来看，闻要有智慧，闻思修三会。闻会呢，注意选择的是净土五经一论以及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著作去作为文的教材，不要随便乱看，也不要随便乱听。那么闻到之后要思维，思维就是要这个知道通途教理，通途教法，了生脱死之难，了解净土法门啊，了生脱死之殊胜之横超之圆顿，要把它思维清楚，对比清楚，以及末法时代的根基当基的法门是什么啊？这思维清楚，然后思维清楚之后就得要修，修就是阿弥陀经讲的啊，这个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啊，把这八个字作为我们修行的准则，以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把这些能做到就是我们的修慧。法师慈悲开示，身体太弱的人一口气唱不下来一句佛号，是应该多礼拜以增强体质，还是就这样慢慢念，日久自然就适应了？没有共修的地方，在家里又怕影响邻居，大部分时间都在默念或小心念，觉得念佛不得地，怎么办？你不要暗示自己身体太弱，也正因为身体弱，就更要念佛增强体质。佛号有无量光，无量光就能够激发我们每个细胞的光，我们每个细胞都能够放光，我们的体质就会增强。这是佛号能增强体质，同时呢，多拜佛，这也是增强体质的方法。全身都在动，你在拜佛的时候也念着佛号，这叫心静，念佛心静，身体在动，心静身动，对身体有好处。现代人为什么体质弱，有很多病，他正好颠倒了，叫做身啊，身不动心乱动，一出去他不走路，他要坐车，坐车身体不动，然后坐在车上就打妄想，心在动，这就会导致很多疾病。那么你还是坚持这句佛号，你不要 一口气唱不下来这句佛号啊，你可以把它这个节奏感呢把它压短一点，你这个吸气呢尽量深呼吸，吸到腹部，这样的气就绵长一点，佛号再压下，不要拖得太长，尽量一口气把这句佛号念下来，这样慢慢念啊。这句佛号你加强节奏感，一口气是能念得下来的，慢慢的适应啊。那在家里你可以小心念，小心念你声音能够听清楚，主要是你能够听清楚就能摄心。如果想高声念，你可以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去高声念，但你粗声念甚至声音比较大一点念，倒也不会影响邻居嘛。这样慢慢子念佛得的不得力，有时候还是我们的信愿问题，不一定是功夫问题，信愿上去了，这个功夫自然它就很得力。你在散乱的心去念一句佛号，和你发大菩提心念这句佛号，它的力度
力量感是不一样的。你在悲喜交集的时候念这句佛号，和你那种啊这个满不在乎、有气无力的念这句佛号，也是不一样的力度的。好，放生不如救心。现代虽然放生，但却没有很好的放生环境，该怎样正确对待放生这个问题？啊，刚才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你不要讲这些，这个太高的话，救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种种时间因缘成熟，才能够在心性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得到受用。放生是一个事项上的比较普及、比较能干的事情，所以能够放生就去放。有不有放生环境？什么叫很好的放生环境？这个时代做事不可能十全十美，你只要过得去，你去放，你这个行为本身传达的慈悲的信息，就对他人、对环境、对各方面就产生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启动，这种启动就能够对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有改善的作用。你不要去求全去做，你只要做有利益，你去做就可以了。请开示，现在好多人把佛法理解成超度死人的东西了，那么佛法如何利益活着的众生呢？那么仅仅把佛教佛法确实要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啊，超度亡灵也是佛教要注重的一个目标，因为在生死之际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佛法要在这里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超度亡人这个是佛教的内容，但是不是它全部的内容。佛教可以利益死亡的众生，也能利益活着的众生，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说活着的众生，你想要什么？五福。好，你想长寿，佛法你学佛就能让你长寿，康宁身体健康，你念佛你身体就能健康，你念佛心里就能得到安宁啊，学佛就能得到安宁啊。你富贵，你真正把佛法学好了，人际关系好了，通过学佛产生智慧了，你的事业就会发达，你也就得到富贵了。第四个五福就是有好德，佛法就是让你行善行德。第五个是考中命，得到善终啊，佛教念佛就能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命有一个很好的、很光明、很快乐的结束。你看这个佛教都能够圆满你的五福，五福不是活着人最追求的一个幸福的内涵吗？难道它不能利益活着的众生吗？现在活的众生呢，生存在这个世界众生很苦啊，无论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人际关系的等等这些知见上的，五浊恶世啊，所以没有佛法他才是苦不堪言，有佛法才能让他离开一切苦，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这个佛教可以拯救苦难的人群，佛教可以振兴一个民族，佛教可以挽救一个垂危的文明，佛教可以给整个人类导致光明的未来啊！所以它不仅仅是超度死人的，你没有看到佛教它的博大精深的人文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这种价值，这种佛法如大海啊，你慢慢去领会。好，最后一个问题回答现场的。我朋友和我现在都希望今后能放下小爱而行持大爱，请问是不是一定要舍身弃欲行作沙门才能真正行持大爱？你这一念心很好啊，
你朋友和你现在都在学佛了，都能希望放下小我和小圈子上的情爱，而行持博爱。这个爱，仁爱，在世间法当中，它是很推崇的。如果这个爱加上了般若空慧的洗涤和升华，它就成为慈悲，离开一切情的情爱的内容。那么，如果你要行持大爱啊，就是博爱、泛爱众啊，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啊，这样的，你现在居尘学佛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放大小我，形成大我，他这个大爱就出来了。以这种众生与我同体的心，与六道众生都是生生世世跟父母，是我多生多劫的父母眷属的心去对待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未来佛，对这些未来佛有恭敬心。你把这些知见建立之后，你就能行持大爱。就像印度的特蕾莎修女，她那个行持大爱，做那个慈善，对那些麻风病人这样的无微不至的关照，啊，把这些麻风病人抱起来，在她看来就是耶稣的一样的心，啊，对待耶稣的心去扶持他，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很深厚的同体的这种博爱。大爱啊，我们佛教徒更要具备这个，但是不是非得要行做沙门呢？这倒不一定，这倒不一定。啊，你能够舍身弃欲行做沙门，这是一个特殊的因缘了。如果你要大弘法化、广度众生，那沙门的身份啊，弘法的这种身份比较合适一点。但如果仅仅是在世间行持大爱，在世间成就往生净土的这桩事情，啊，倒也不一定非得要行做沙门，啊，这就是看个人的因缘，啊，个人因缘。好，还有点时间，请问师父，在家居士以四种清净明慧作为早晚课，值得提倡吗？在家居士，如果你修净业的，你就好好念净土五经里面的经典，作为早晚课。如果你对四种清净明慧有特殊的因缘，你自己去做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值得广泛的提倡。请问法师，总是有不净的想法出来干扰念佛，怎么办？凡夫众生都是有妄想杂念、种种的染念，这些想法出来，你首先要妄念出来，你首先要明白它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怎么办呢？干扰不干扰你的念佛，这时候你要把持住了。你这时候不要注意那个不干净的想法，你全身心的注意这句佛号。把这句佛号念清楚、听清楚，自然的这些妄想杂念就会在念佛的这个念里面呢，它慢慢子就会稀薄下去，就会消遁下去。所以不管妄念万千，只要字句分明，注意佛号就行了。好，请问在孝顺公婆方面，自己心里明白，作为一个学佛人应该怎样做，但是实际行动就是做不到，有时候还很厌烦他，我很苦恼，该怎么办？请开始。学佛人是要孝顺，而且看来你是一个女同胞了，女居士，孝顺公婆显得更重要。一般的女人，她对自己父母会很孝顺，然后对她丈夫的父母，她就有分别心。这常常也就是婆媳关系难以处理好的问题。
现在很多家庭关系，很多男同胞处在这样的，他的母亲和他妻子之间左右为难，家庭搞得很不安宁。那么，作为一个做媳妇的，首先要把孝顺，孝就是顺呐，你是不是顺着你的公婆呀？你看不惯，啊，你很讨厌，这你自己心里出了问题。你这个有一念厌烦的心，你就没有这个孝顺两个字了，你孝就没有了。要知道，父母抚养我们长大，既然是你丈夫的父母，也就是你自己，就等同你自己的父母。他对于丈夫的恩德、抚育的恩德，你要感同身受的接纳。那么，父母抚育我们的整个过程，多么辛劳！那佛陀说，纵然我们，啊，左肩挑父，右肩挑母，走多少那么着，你都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于百千万亿分之一。所以不能对父母生厌烦之心，啊，父母他也是凡夫，当然有他的一些特点，啊，也许年纪大了，唠唠叨叨，也许代际之间代沟、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有差异，但是我们要理解老人，宽容老人。要顺着老人，让他欢喜，让他高兴，让他安心。你这样去做，这也在修你的忍字啊。所以，你要把这一念这个苦恼的心摆开，你这个奉行孝养父母，这个做好了，就是你敬业三福的第一句话就做好了。你如果你这个公婆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啊，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尺子去衡量你的公婆，搞得家里不得安宁，那你的学佛人的最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啊，敬业三福的第一句你就没有做到，所以能不能说你学佛有所进展，就看你第一个答卷，孝，对公婆的孝顺方面能不能有一个及格甚至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莲友晚上好。网上有些问题，顺着问题慢慢回答。如何正解随缘，一切随顺，和信心无二？如何正确？